这个是他的鞋子，这是他的脚。这是他的鞋泥巴，它像这样摇一摇。 就很多 FERRERO ROCHER 会出来，然后这个的符号就是它在动。这个是它的特点，然后这是它的万物图案的裙子，然后它的万物图案的裙子是蓝蓝的，然后在箱子前面走。然后上它的竹蜻蜓飞在天空，它像圣诞老人，它用手拿着仙女棒变巧克力给每一间房子。